我呢场啲赛绩都几好嘅，尾场跑1200米第三班，3459 12，3459 12系赢过。1号11号咧就入过 Q， 2号6号啊入过第三名。上次成绩好嘅咧就系4号11号，啲大热 Q 嚟嘅4号11号呢啲。咁咪又跑第四嗰啲咧就系6号啊嗰啲咁样啦。跑第五咧就系12号嗰啲咁样啊，即系总之入咗围嘅有位置派彩嘅就系4号11号上涨。咁而家呢个一号仔入个 Q 嘅呢个。年年歡呼報文，即是拍照的時候高高報文高高當來差不多整個頭，即都很難得的，這麼高的人即都做到榜。二號紅峰聖景上將第八前將第九，隔晚是多少倍？隔晚是19倍的，這些馬但是呢个二号仔都入过第三名喎，1200米入过第三名。二号田泰安档位好啊，五档。佢呢只叫咩？遮住个 number。三号仔万众力得，九号档位周俊乐，加满30倍。熱門嚟嘅喎，以前啊呢個莫雷拉贏佢嘅時候，三號贏過嗰個路程嘅。近期咧就係跑第七、第九。四號今晚大熱，現場都係大熱啊！永遠美麗。上次1.5倍潘頓跑第三，今次要保中啦，仲唔保中？真係。跑过两次呢个路程，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三，全部喺度。四号，咁上次都咩啦？上次都连续两次退出，哇！呢个紧要啊，真系永远美丽，几好啊！准备得几好。六号幸运旅程，幸运旅程最叻第三入国本路程，幸运旅程就上次第四前次第五，再前次第一，几好嘅呢啲嘛？何铭年，六号，七号二劲力，咦初出有飞喎，呢只又8倍。嗰只环看今朝赢咗啦，系咪初出有飞？都算有飞噶啦呢只。四度试闸，一冠两季，哇都几好啊！即系有准备啫，唔系话点样啊？即系有准备。七号。初次出賽有飛，九號團結精神，楊明倫11檔贏過呢個路程喎。九號仔團結精神，黃色帽黃色衫，九號，九號咧就上次12前次12再前次12，不過姚本輝嗰只。可以爆成1000多蚊添喎，連續跑十幾名都得嘅喎，真係。十號傑出漢子，今次第二次出賽，上一次跑第六，傑出漢子，上次何澤耀跑第六。11號咧就係年少有威，一陣睇睇佢啦。年少有威上次何澤耀3.7倍跑第三嘅。現在再來個有飛，可能檔位又好，可能真的有鬥志都不頂，真的。今天何澤耀表現普通，真的很普通，真的。特別第一場那些，真的。11號，年少有威，這隻馬
最叻入个 Q， 上仗跑第三，前仗第一，再前仗第二，都几好啊！真系十一。近绩同赛绩都唔错噶呢只马，十二号加州海哥潘明辉十三档赢过呢个路程啫，十二号仔上仗就第五第六六次赛绩冇位置排在嘅，十三全民皆知姚本辉传说中爆咗只冷 wing 过咗落呢度。都有三十几倍，全民皆知跑两次，两次都未上名嘅。毛显东上次四十四倍跑第六，唔远噶输得。咁啊，睇佢哋拣咩马啦，睇晒啦。咁啊，四号嘅永远美丽咁啊，都要要嘅咧，只系热门啊。另外十一号嘅年少有威啦，加埋初出就二劲力嘅，睇下咪放得好啦。哇！冧埋阿佳冇揀嗰只啦，年年歡呼啊！因為唯獨是嚟香港，即係唯一個上名路程咧，就係、是、沙田千二，都唔係歡呼啦嘛！對住佢，永遠美麗二象馬傍住啊，出跑道。我範圍都係呢啲啦，咁啊都係揀咗永遠美麗先啦，咁啊希望今場又係所有際遇好啲啦，咁啊七號二勁力都係噶啦，咁啊即係。個終點啊，嗰啲閘嗰啲如勢啊試啊幾貨都試得好嘅，咁啊初出排個一檔都可以睇嘅，仲有隻一號啦，年年歡呼啦，係失望嘅啦呢隻馬，不過嚟翻呢個唯一入 Q 嘅路程啊，咁啊都係啦，夾住阿布文都 OK 啊。啊，永遠美麗小心翼翼啊，二象馬，咁啊同佢慢慢唔急嘅，慢慢去個度佢個閘口啊。暫時啲位置未落翻嚟喎，仲係兩倍喎，即係四號啊！我要四號十一號，十號就係傑出漢子冷門嚟嘅，贏五倍。十二號都係冷門嚟嘅，三十三倍。十二號加州海哥。俾潘明辉，三加州海哥上次跑第五，钟奕礼，咁而家只系加翻五，加咗五磅噶啦，即系十一号呢只马咧就系上次何泽尧三点七跑第三，四号呢只马咧就系休息完啦，我出嚟跑啦，第三次出赛啫，呢只永远美丽跑过一个 win。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三，即系一个一，一个三，都系全部喺度嘅。嗰只马咧都几乖嘅，同只白，同只灰马、仪仗马喺度，好似有好多偈倾咁样啊！呢啲几好啊！呢啲镜头啊，嗰只马喺度沟通紧啦，挨个头埋去。呢只就系隔晚大热，现场大热，粉红色就潘顿骑个。两次全部在前面回来的。八号超级龙珠冷门来的。冷门都可以入来的。即是波件事对上一场十三号仔咪跑了入来。连场跑第八第九都突然间发挥同埋入来第三名。七号二劲力呢只马初出有飞。八倍。试过闸，后边只经过嗰只绿色膊头嗰只十一号仔，就系年少有威啦。何泽尧上次大热门跑第三，我估佢会积极噶啦，点都要积极啦，系咪啊？有只咁好，有只马喺度孭晒飞，四号仔你仲有机会噶呢啲马？十一号何泽尧，今日何泽尧表现平凡啊，真系，即系轮流赢嗰啲嘛啲。四号啦呢只，我要四号十一号。系喺个隔篱。连马斯又操唔到咁多字。
Jenny 揀四號、十號、十一號、一號。我要四號、十一號。即係比我矮細啲嗰個。好笑容啊，潘頭，你睇下呢個鏡頭。四號大熱門，買位置好過啦呢只，係咪1.6、1.3？十一號嘅位置有六格，我估十一號呢只綠色衫啊，綠色膊頭呢只啊，而家見到呢只，我諗佢會積極嘅呢只嘛。十一號年少有威，騎個二號檔位，八號冷門嚟嘅八號。超級龍珠，反而隻七號慢慢又褪翻飛喎，就初出有飛嘅。八號綠色就超級龍珠，冇乜飛啊呢啲馬。好，時間就差唔多啦噃，第十場啦今日啊，三班千二米壓尾嘅。好啦，尾場嘅賽事三班千二米。是時候交曬俾你啦，浩然。準備多當十場賽事，三班千二，一枝獨秀大熱係四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內欄位置自勁力啊，咁啊再數外邊團結精神啦，中間萬眾力得啦，出邊加州海哥望兩望粉紅就都係俾翻上啲啦，永遠美麗啊！望到你入邊年少有威內欄第六位嚟噶，後邊嘅馬咧仲有超級龍珠咧傑出漢子啦，咁啊再後邊淺藍衫外邊啊全民皆知啊，後邊四隻紅峰聖景啦，年年歡呼響尾三，尾二紅帽嗰只咧就幸運旅程暫時電流標誌科學嚟噶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就團結精神帶加州海。第二位啊，內欄第三係怡勁力啊，出邊第四粉紅帽、粉紅袖永遠美麗啊！再見到中檔萬眾力得啦，入邊白臂箍就年少有威啦，攞出去外邊有黑心嘅紅峰聖景啊，咁啊大外檔仲有隻幸運旅程啊，後啲先見到咧就年年歡呼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三百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埋邊怡勁力啊，外邊永遠美麗都開始喐手啦，兩個馬中間有加州海哥，入邊上嚟有年少有威，再喺入邊做個超級龍珠，外邊追緊就幸運旅程啊，最後百零米永遠美麗。就已經透出了贏梗尾場賽事，潘頓今日贏四 win 啊，跑第二名，年少有威，怡勁力第三，傑出漢子跑第四。結果嚟到尾場賽事，四號十一號。幾好啊！好輕鬆啊，贏得啊，抽住只馬啫，收姜贏馬。大熱 Q 啊！真係，即七號怡勁嗰啲叫咩怡勁力咧，真係有飛就積極啊！跑第三。四七四十一七，好啊！即熱熱地咪好咯，攞翻啲錢翻去過年啊嘛，幾好啊！真係，好多好多人有錢收啊！呢場。四十一七，只四号啊，粉红色就喺呢度啊，喺呢度。只 Q 咧就绿色膊头十一号，叫做年少有威，呢只叫做永远美丽。有只怡劲力咧就已经一早喺呢度啦，已经吓。就是这三隻馬搞定，咁而家潘頓上嚟拍住田泰安，唔係蘇兆輝嚟嘅，怡勁力係田泰安冇份啦，佢呢場。咁啊，一個何澤耀喺裏邊，一個潘頓喺外邊，兩個前列騎師啦，今年。咁啊，何澤耀呢度都幾坎坷啊，真係穩位啊喺度。几勇猛啊！真系啊，佢两个冲上嚟啊，但系喺呢度啊，就爆出嚟噶，最后掉你出嚟咁样啊！何泽耀一个白臂箍追住潘顿，潘顿呢只马好轻松啦。十一号过咗只七号仔，攞翻条 Q。四号十一号二重彩都唔过100蚊，我估四十一七十。四十一
七。好熱門啊啲啊！